拥有一双长腿的容祖儿今日出席品牌活动，提及有关保养美腿的方法。虽然着高踭鞋可以令步姿更加婀娜，同埋增添几分气势，不过都几伤脚趾噶吓。而且唔系个个男士都接受到女仔太高噶嘛，所以 Joey 就建议高妹都系着少啲高踭鞋啦。十年前我系真系疯狂中意着高踭鞋，每一对高踭鞋我都会觉得系我嘅宝贝啦，同埋系就算一个款我要买其他唔同嘅色照买，咁变咗屋企好多高踭鞋，同埋每一次出 show 都有即系新款啦。咁嗰阵时系着摩啦，咁然之后有一日临出场嘅时候，我同林峰并排，咁然之后佢哇你真系太高啦，高到我真系冇办法同你做朋友咯，类似咁样。然之后我就喺度反省啦，翻屋企原来啲男仔系唔中意女仔太高。而 Joey 的生日就快到了，他觉得最好的庆祝就是吃餐饭或者做些有意义的事，那就已经很足够了。上年好像同班小朋友一起过的，那 set up 了一个 workshop 给他们去玩啊拍照啊，这样在我的母校那个小学那里。但今年就想将这个时间只是跟我的歌迷一起分享啦，因为完了 show 之后都没有一个 gathering， 那就变了往后先再做一些慈善的活动这样咯。